阿弥陀佛，大家吉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断除淫欲最强的咒语，是什么咒语呢？就是文殊菩萨戒淫咒，又名乌苏杂咒。在这里，先简短的跟各位介绍一下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我们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是古佛再来，也是七佛之师。文殊菩萨又称妙吉祥。那么，文殊菩萨戒淫咒呢，出自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经》，以及佛说《文殊菩萨现佛陀罗尼经》啊，出自这两部经。那么这两部经呢，主要啊就是告诉我们文殊菩萨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度化有情啊，他发现我们有情众生啊，最难断除的就是我慢跟淫欲心，所以呢，故而宣说此咒啊，来利益我们大众。那我们学佛人最难断除的就是淫欲心，那么。乌苏杂咒要如何来修持呢？以下呢，我提供三个方法供大家呢来学习。第一种，我们在佛前点香供佛，发愿忏悔，然后准备一条五色线，我们每念一遍。乌苏杂咒，就对着五色线吹一口气，念五遍，吹五口气。念完之后呢，我们每念三遍乌苏杂咒，就打一个活结，总共要打七个活结。打完活结之后呢，就将五色线系在我们的脚上，男众要系在左脚。女众啊，在右脚。那么，据经典记载，我们若能够如法来修持，能够降除我们淫欲之心啊，这是第一种修持方式。第二种，如果没有五色线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把乌苏杂咒列为我们平日修行的定课，早上21遍，晚上21遍。那如果时间许可，那我们就多念啊，多念。如果呢，可以一天最少108遍啊，是最殊胜的啊。这是第二种修持方式。第三种，就按照经典啊所记载的，叫专修，男众99、81天。那么在81天里面，我们一样啊，点香供水。啊，供这个水果、香花灯、土果，供养诸佛，发愿，然后忏悔。那这81天呢，必须要断酒啊，断肉，要吃素，连五辛啊都不能碰。在81天里面，从朝至暮，从暮至朝，啊，都要不间断啊来持诵此咒。那如果晚上睡觉，那就放心啊睡觉。但是呢，要意念啊，要时刻意念。男众81天，女众7749天啊，不间断的啊修持。按照经典呢所说的，我们每天呢如法修持啊，能够断除我们的淫欲心。那么乌苏杂咒呢，怎么念呢？那我就先念三遍，如果可以。希望呢，各位能够把它背下来，背不起来没关系，至少我们念熟一点，对我们修法上呢有很大的帮助。来，咒语如下：咕哩咕哩颠呐，哟哆哟哆颠呐，嘟吼嘟吼颠呐，啾哒啾哒颠呐，那咪哆那咪哆颠呐，啾哒吼啾哒吼颠呐，哟嗦哟嗦颠呐。
亚米那亚米那爹那杜好达就大大说哈咕哩咕哩爹那又多又多爹那杜好杜好爹那就大就大爹那那米多那米多爹那就大好就大好爹那又说又说爹那亚米那亚米那爹那杜好达就大大说哈咕哩咕哩爹那又多又多爹那杜好杜好爹那就大就大爹那那米多那米多爹那就大好就大好爹那又说又说爹那亚米那亚米那爹那杜好达就大大说哈这三遍呢就是乌苏大咒啊我们每天啊认真如理如法的修持啊能够断除我们的淫欲。那么我在这里呢跟各位啊分享一下我大陆有一位弟子啊居士他年轻的时候你有学佛啊不信因果啊喜欢看一些黄色刊物长期以来呢这个手淫啊纵欲过度导致整个精气神状态非常的不好。后来也是因为有法师的劝说鼓励推荐他来修持乌苏大咒。那我这位弟子他修这个乌苏大咒只有八个月。只有八个月。他修持呢很有心得感应。他有一次跟我说啊他在修乌苏大咒的时候他总觉得他身上好像有一股我们看不到的无形众生在吸食他的精气。他持这个咒的时候呢就感觉那些众生啊在脱离他的这个色身跟他呢好像产生了分离。他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他呢修持了一个多月整个精神状态就变得非常好。后来呢不断的修持修持修持他的气色啦以及工作运啊各方面啊就都越来越顺利。我后来呢看到他的气色也越来越好我就呢鼓励他继续多持继续持。那我这位居士啊他持了八个月之后就跟我说师父很奇怪我自从持了乌苏大咒之后就说我现在在看一些啊黄色刊物他内心啊已经生不起那种淫欲的心了他感到呢非常的不可思议。后来我这位弟子呢就发愿进行受要来修持乌苏大咒。他也自从修了乌苏大咒之后他各方面啊除了身体啊各方面也都越来越好。所以呢我用一个最浅显啊我大陆弟子修持的感应跟各位分享。因为啊邪淫会耗我们的元气很伤我们的福报。那我们呢学了佛之后呢就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啊来断除淫欲以及我慢。那过去啊年轻不懂事已经犯了。那我们现在呢知道有如此殊胜的咒语这个方法那我们就要发愿进行受啊来受持。甚至我们也可以推广啊推广来去利益更多的人。所以乌苏大咒是我目前见过很多在家人修持的状态下呢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平常除了修持乌苏大咒来断除淫欲之外我们也可以呢啊去参加这个禅修啊多学习不净观啊来增长我们断除淫欲的这一种力量。那我们修行这么多烦恼里面就是淫欲心啊最难断。那乌苏大神咒也是我翻阅的大藏经里面
啊，大正藏里面看到的这咒语啊非常好，所以呢我才呢跟大家呢做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巫术大咒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最后呢也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吉祥如意，阿弥陀佛。